班尼班尼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班尼班尼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哎，怎么这么多好吃的？还有新年惊喜盒呢？那我们赶紧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吧！哎 ，no no no， 桌上的这些啊，可是我们今天游戏王挑战赛的奖品哦！哇，今天还有游戏啊？不过这个游戏王呢，肯定是非我莫属了哈。呵呵，月儿，今天啊，既然有奖品，就肯定有惩罚的。那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游戏王挑战赛吧！好，翻你，翻你，翻你 ，Go！ 水上乒乓球，吹起乒乓球，乒乓球掉落位置有相应的奖品及惩罚。你想拿什么礼物？我想要那个神秘礼盒吧。好。哦，是这个吗？爆米花。你为什么那么轻？对，就是爆米花。哇，也很好哎，爆米花是我的。太无聊了，爆米花。给他了。到我了，我想要最后那个大奖。三二一，啊！三二一，啊！啊！没有。这种没中的是不是可以任意一个惩罚？哇，这本来是月儿的。没事，等一下给你吃一个这个。哦，到你。我让你看一下传说中的扭蛋机跟我是不可能产生不解之缘的，好吧？真的是不解。预备，走。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啊，吃这么多，太勇敢了。不辣，但是没说话。梦幻大泡泡，盲选两种泡泡液体，吹起泡泡即可获得美食。现在要辨认这两个，还真不太好辨认哦，因为里面其实都有泡泡哎，很奇怪哎。我觉得它是泡泡液，是吗？呢？三二一。哦，有两个泡泡，帅吗？不帅。那它是？它是清水。清水怎么能吹出两个泡泡？残留的泡泡液。哦。那我们要选一个头套是吗？对啊。我选它吧。大鸡腿。哎，怎么会动？鼓掌。啊，还有两个。等一下，不是要选惩罚吗？哦，好吵的。哦呦，你不要站在那些。又。好香啊！微笑。好，赶紧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毛毛，毛毛，快！啊，好了。更难了。更难了。为什么是三个？我就随便选一个。这个是中间色，绝对也是假的。那我选一个这个。好。是。啊！进不去。刚刚那个太大了，我还是用这个小的吧。好。可以了。是假的，来。试一下。哦，这是水。对了吗？哎，不是。是谁啊？是谁？别的呢？看哪个可以？不会是这个吧？哇！这个上面有泡泡！哇，这个太美了吧！你看它上面有泡泡，我以为它是骗人的。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来，萌萌要戴口罩了。这个还好。大变活人。OK。还可以不？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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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爱！好圆。来，现在呢，来揭晓一下惩罚和什么。哇，又是柠檬，升级了。啊，好酸！你的上呢？啊，好酸哦。嗯，好香。来，赶紧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哦，试弹。我来先观察一下这些液体的浓稠度。这个粉色有泡泡。对。哦，那我请选择。现在就是这个或者这个都应该是有一个的，是吗？我选这个。好。这个谁？对，上一再不合理，也要送你一个特别火的帽子。哇！哦，怪物月儿上线，来了，惩罚月儿。听说换了一个超级哇塞的超级惩罚。什么呢？哦，这是惩罚吗？只有这个高知识，错吧？没错，发霉知识。还有什么蓝色？没事，月儿先尝吧。瞅准第六感，用第六感判断倒水位置，
最接近水位线的人获得胜利，且可以获得美食，输者有惊喜惩罚盒哦。差不多了，感受一下啊！啊，差点。OK， 我也太厉害了吧！刚好哎，跟黑线完美重合，满分。差不多了吧，看一下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了。好了。哎，我这还要再倒一点。哎，哎呦。为什么呀 ？OK， 可以，这样我觉得可以。啊，没有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感觉有哎。哇，这也差太多了吧？我觉得我真的是精准完美。先看奖品吧，那就，难道有烧鹅吗？哇，抹茶蛋糕！我的天哪，你今天会胖的。太快，我要运动。下面的惩罚应该比较可怕的，抽一个比较安全的。哎，大喊燃烧吧小宇宙，三二一，燃烧吧小宇宙。那我抽这个吧，惊喜水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咖啡奶茶加红糖吗？应该是意义吧。不能直视。大小人咖啡芥末酱油鱼露，够了！新的一年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大吉大利，身体健康，开心！来！哇，吃这个栗子，伴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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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具和。